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受三皈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讲经之前，工作之前，最好啊，都能把三皈依念一遍。啊，讲经，这是佛门的正业，我们恭恭敬敬的念三遍。啊，平常呢，念一遍，吃饭、工作，乃至于应酬、待人接物，啊，为什么？念念呢，不忘三宝，念念呢，要跟三宝相应，我们才能够入佛境界，啊。这个三皈依是佛法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啊，皈依佛，佛是觉悟的意思；皈依自性佛，啊，一切众生都有自性三宝。啊，皈依啊，一定要懂得皈依自性三宝，这是真皈依。那么住持三宝是形象上的，啊，佛像、佛的名号，它的作用啊是提醒我们，啊，道理在此地。法是经典，也是提醒我们的，啊，僧是出家人，是佛的弟子，依照佛的教诲修行的人，他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榜样。啊，提起僧，我们就想到我们要学他。啊，佛是觉悟，觉而不迷。啊，法是正知正见，正而不邪。身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这是佛陀教给我们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要觉，要正，要清净，啊，住持三宝，我们听到了，看到了，接触到了，就要想到自心净，自心正，自心清净，啊，让我们念念不忘，这个就是菩萨道，这就是成佛之道。啊，千经万论不离这个原则。
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你看这个誓词里面，皈依佛，两足众尊。足是满足，是圆满。啊，两指什么呢？一个是智慧，一个是福报。这是一切人都希望求的，就是这两样东西。啊，佛是智慧圆满了，福报圆满了。啊，那么这个圆满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不是向外求，向外求不到。啊，向外不可能圆满，向内求。啊，所以佛法叫内修。啊，佛经叫内典，它是向内不向外的。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啊，第二皈依法，啊，法是利欲尊。啊，欲是欲望，是贪嗔痴慢这些念头，这些念头自性里头没有的。啊，大魔是法，啊，梵语，大魔音译过来的。啊，我们把一切的外面的欲望统统放下，自性里面智慧呀就往外透露。自性不但有智慧，有德能，有才艺，有相好，样样具足。啊，前面我们修过了。啊，整个宇宙，整个法界从哪里来的？自性变现出来的。啊，《华严经》上佛说：“唯心所现。”啊，这个心就是真心，就是自性，它现的。啊，我们今天没有看到自心所现的一真庄严，我们看到的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从哪来的？为识所变。啊，识是什么？是阿赖耶。啊，阿赖耶是妄心，妄心能变，把自心所现的一真法界，所现的十宝庄严土，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变成我们今天这个样子。啊，识是什么呢？你能够思想，那就是识。啊，告诉大家，这佛讲的，真心自信没有思想，奇怪，没思想，他有智慧。啊，没有思想，你问他什么，他都会回答你，都帮你解决问题。啊，智慧，他没有通过思想。如果一思一想，回答你答的也不圆满。那为什么呢？识把智慧呀变成烦恼了，啊，变成了贪嗔痴慢疑，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大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跟佛真的是无二无别，啊，智慧德相完全相同，佛不比我们多一分，我们不比佛少一分。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子？迷了啊，迷了自性的。什么叫迷？起心动念就迷了。啊，今天有同学问我一个问题，问得很好。前面我们都说，身体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今天的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
啊，跟佛说的一样。啊，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相就是现象，就是物质现象。啊，还包括精神现象，还包括自然现象，这三种现象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的。啊，怎么回事？心自性里头没有。啊，自性里没有物质，没有精神，也没有自然现象。所以用一个空来代替它。那自性是空，即常常用这两个字，空即。啊，即是什么都没有。这个空不能当作无色，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有。为什么？能现万法。所以自性啊，有影现。没有缘的时候，它隐，隐就是什么都没有，空。有缘呢，它马上就现，现什么？现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从哪来的？自性现的，自性遇到缘，它就现。啊，这个道理啊，很深。大概在学问里面，这是最高峰，这最究竟、最圆满、最深的东西。你明白了，就称你为佛；你不明白呢，就叫你做凡夫。那凡夫跟佛就是这么来的，其实是一不是二，凡夫跟佛没差别。觉悟了，凡夫就成佛了。迷了，佛就变成凡夫了。啊，我们现在就是迷了，哎，我们本来是佛，现在变成凡夫了。啊，知道凡夫苦啊，啊，知道佛自在啊，快乐啊，我们怎样回过头来再去做佛了？这就是佛陀教育。佛教众生就是叫你回头，啊，回头是岸。怎么回头呢？不分别了，不执着了，不起心，不动念了，行了，你就成佛了。啊，以前三四百年之前，中国唐朝时代，啊，出现了一个上上根人。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什么都没学过，世间法没学过，出世间法也没学过。啊，那么他的长处，就是他的清心清净，没有什么妄想，没有什么杂念。所以虽然很苦啊，生活很苦，靠劳力啊，赚一点点钱过日子，啊，很快乐。啊，父亲早过世了，就是母亲，母子相依为命。啊，靠卖柴过日子，每天上山去砍柴，挑到城里去卖，苦力。战争期间，二战期间呢，中国城市里头还有这个现象。啊，城市里头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啊，烧饭的时候要用灶，烧灶烧柴火。啊，没有瓦斯，没有电。那么这个生活，我们都曾经过了很多年。啊，差不多这样的生活的时候，过了20年，整整过了20年。啊，我们的印象很深刻。啊，所以慧能世出世间都没有学过，这个人孝，孝顺母亲。
这个人因为自己什么都不学，什么都不懂，他对一切人生恭敬心，都觉得一切人都比我幸福，都念过书，都修过能，我什么都没有。他并不是自卑感，那谦虚。尊重别人，赞叹别人，从来不批评人，不毁谤人。卖柴偶然的机缘，遇到一个人，在房子里面念经，他从窗口过，从前窗口没有玻璃，纸糊的，所以声音看看不见，声音听得见。他在里面念经，念金刚经，他在外面听，越听越有味道。他听懂了。等到这个人把经念完之后，他就推门进去，向他请教：“你刚才念的是什么？念得很好听，我听得很有味道。”把他所听的说出来，这个念经的人感到非常惊讶。他念经都不懂，他怎么一听就懂了？问问他，他是个苦力，是个卖柴的人，年轻人，那个时候他24岁。觉得这个人是有天分，有这个天才，如果真正能学佛了，他很了不起。这个人很慷慨，就劝他到黄梅去亲近五祖，跟五祖学习。那么他家里老母亲没人照顾，他离不开这一位先生给他10两银子，10两银子他一年都赚不到，给他做安家费。找一些学佛的居士照顾他的妈妈，他这就放心了，到黄梅去了。在黄梅住了8个月，实际上跟五祖只见过3次面。第一次是到黄梅，拜见五祖。五祖问他：“你来想求什么？”他回答五祖说：“我来想做佛。”这个口气就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来。人家来拜佛，我为升官发财，我为求长寿、求富贵，都为这个。大概五祖一生也没有遇到一个人来跟他说：“我来想做佛的。”那么五祖问了几句话，那都是禅机，别人听不懂的。简简单单说了几句，打发道：“行，你到对房里面去。”舂米破柴，舂米破柴就是他修行，他就在这里修禅。他人矮小，舂米体力不够重量，把身上绑几块大石头，增加重量。那些石头现在还在，在潮汐你就可以看得到。住了8个月。五祖年岁大了，要传法了，嘱咐大家了，写一首偈子给他看，要真正开悟了。五祖就把衣钵传给他，他就是禅宗第6代祖。
啊，这个命令下去了，没有人写祭祀，啊，三天都没有消息，啊，首座神秀法师着急了，神秀心里也想，大家都不写祭祀，都是为了他，啊，肯定他是第六代祖，啊，他跟五祖二三十年了，啊，多少人到黄梅去礼拜五祖，啊，向他求法，大部分的人都是神秀啊来接待，神秀代理五祖来接待，啊，只有极少数的人，老和尚自己接近，啊，一般都是神秀，所以神秀很出名了，啊，神秀说这都是为我了，那我都要写祭祀，不写祭祀，老和尚怎么知道我的境界？啊，写了之后，怀疑这行吗？啊，写费了几天的时间，想出四句话：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啊，写了这四句，不敢送给老和尚，自己没把握，这就是没开悟啊。开悟没有疑惑，还有疑惑没开悟。啊，最后想的方法，把这个祭祀写了贴在墙上，明天老和尚看到，很满意，我就出来说是我做的。不满意了就算了，别讲了。啊，到第二天，墙壁上贴着这些，很多人都来看。老和尚看看，点点头，不错，啊，写得很好。希望大家了，依照这个祭祀修行呢，都有好处。啊，也没有说开悟不开悟，没说。啊，那么那个道场诸众啊，比这多，1000多人，啊，传遍大家都晓得，都真的来看这首偈子，啊，老和尚吩咐，依照这个修行呢，啊，都能得好处。那么慧能也听到了，啊，听到他就找别人。因为他的工作就在对方，除了对方之外，他其他地方都不去，所以对庙里不熟，啊，找人带路，啊，到贴祭子这个地方，他说我就拜一拜，我也修一点福，啊，他拜完之后，告诉大家他也有修祭，啊，这人感到非常奇怪，非常惊讶。8个月，道场里有讲堂，他没去过；有禅堂，也没去过。他的修行地点就是冲弥破斋，就干这个事情，干了8个月。啊，他把神秀大师的偈子改了，修改了。啊，他说菩提本无树啊，菩提树真有啊，这个地方很多啊，怎么菩提本无树？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菩提树也是虚妄，没有说菩提树例外，没有说佛菩萨例外，佛菩萨也是虚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看这个意思深了。
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偈子一写出来，大家都惊讶了。老和尚听到这一看，这不得了！脱下草鞋，把它擦干净，告诉大家没有开悟。大家心定下来了。这是什么？保护慧能，怕人家害他。告诉大家没开悟。这个就平掉了。下午老和尚巡了。巡了就是这个寺庙里拐拐角角都去看一遍。整个寺庙看一遍。实际上他就是去看慧能。看慧能目标太鲜明了。巡了大家就不知道。他通通看，整个寺庙都看。走到对方，看到慧能在冲米，就问他：“米冲熟了没有？”这都是禅机，说这个话别人听了不懂。问那米冲熟了没有？慧能说：“早已经熟了。”又欠晒在。就是现在缺少的还没有把它筛出来，这个筛出来就是印证。他问的米冲熟了，功夫有没有到明心见性，问这个意思。明心见性才熟了，没有见性没熟，他见性没有人给他做证明。五祖拿了拐杖在他队上敲了三下走了，那别人不知道这三下，今天晚上三更到方丈室找他。他懂得了，到三更真的他到方丈室，一路推门里面没有关，走进去了。五祖给他讲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说了五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何其是没想到，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清净，从来没有染污。我们大家都一样。第二句话，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不生不灭。这是真的，有生有灭是假的。第三句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他一样不缺，智慧圆满，德能圆满，才艺圆满，相好圆满，样样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第四句说：“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就说明真心是不动的。幕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语言变现了宇宙，宇宙从哪来的？能生万法来的。什么时候生的？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就是现在，永远是现在，根本就没有过去未来。这讲真话了，真话没人懂啊！你真的懂了，懂了就成佛了。所以他明心见性了，自信是什么样子？他说出来了，五句话，20个字。五祖一听，行了，经也不必说了，衣钵就给他，传
准备好了，在后面半夜就把他送到上船，赶紧走离开。他问老和尚，我到哪里去？老和尚，你从哪里来，要回到哪里去？把他送走了。送走老和尚回去之后，房门关起来，睡了3天大觉。为什么呢？3天走得很远了。再把房门打开告诉大家。大家问老和尚怎么样，休息了3天没见面。老和尚说衣钵已经走了。这个时候大家才晓得慧能不见了。老和尚说衣钵走了，肯定给他了。大家分头去找，想把衣钵夺回来。不服啊。老和尚大概糊涂了。怎么衣钵给他了？神秀跟他20-30年，应该是神秀的，怎么会给他了？神秀心里明白，没有嫉妒心。真佩服，他确实比他高，承认。神秀以后做过司，武则天的过司。他向武则天推荐慧能。武则天下诏书，请慧能到京师，慧能没去。趁病身体不好，没有应召。那么这是过去这段故事。开悟之后。没有一样东西不知道啊！他没有不认识字吗？没有念过经吗？无论什么人，你念经，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讲的一点不错，讲的叫你开悟。真正有功底，听他的经，真是会开悟。禅宗从这个地方大兴旺起来啊！兴旺了1000年了。那么既然我们在前面读了，这个摄城观法里面讲到总结。宇宙之间一切法，把它归纳，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色，一个是心。色就是物质现象，那我讲心，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心，我们现在起心动念的这妄心，他说的是真心。慧能大师说的，能生万法，万法就是色法，用一个色做代表。能生的呢，这个是心，这是真心。佛经上也叫它做自性，叫它做法性，叫它做真如。中国古时候老祖宗们叫它做本性，本性本善，这个一桩事情，经典里面说的名词有几十个之多，我们早年学教向老师请教一桩事情，佛为什么讲这么多名词，老师告诉我们，这是佛陀教学的善巧方便，告诉我们不能着相，要从名词里懂得它的意思，不要执着名词，名词是假的，连老子都知道，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你能说得出的，能想得出的，不是真的，是假的。要从名啊道去体会真的东西，真的东西说不出来，叫言语道断，没法子说。心行处灭，不能想，你一想就落在意识里去了，是妄想，不是真心啊。真正做到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你开悟了啊。佛说的你全懂，众生说的也全懂，没有一样你不知道啊。你把诸法的根源找到了，像树一样找到根，水一样找到源头了。啊，源头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说的，言语怎么说都是各一层，都不是真的。啊，把言语丢掉，真的就见掉，见到了。啊，马明菩萨在《大乘起信论》里面告诉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听经，去读经。啊，经是佛的言语，是真言，是从自信里的流露出来的，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我们用的是假心妄心，所以永远不懂。我们如果用真心一看就明白啊，慧能他到底有什么本事啊？给诸位说，他什么本事都没有啊。啊，什么本事都没有，就是个真诚心。所以佛说的他懂，我们是真有本事，本事太多了，什么都不懂。念头太多了，主意太多了啊，所以就什么都不懂啊。他是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懂。我们跟他比，差别就在此地。啊，什么都不懂的人用真的，什么都懂的人用假的，搞六道轮回，本事很大。佛法讲的学修学要用的心态啊，这个重要啊，方法是第二。你用的是什么心啊？用真心，真心立念，经上常讲真心没有念头啊，真心就是慧能讲的四样的真心，清净不生不灭啊，样样具足，如如不动。啊，第四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是如如不动。啊，不动是真心，真心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啊，你不动，你就能证得了。你这一动，你永远没有办法证得了。啊，一动是妄心，啊，妄心怎么来的？阿赖怎么来的？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动了，不能动啊。这问题不要去想啊，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于一切法不执着就是阿罗汉，不分别。三贤菩萨啊，别教的三贤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晓得
慧能大师八个月在那里功夫成就了，老和尚叫他去对房里面去，那就是他的道场，他在那里修行八个月，老和尚认为差不多了，他应该熟了，哎，才传法，那不是偶然的，那不是八个月这个修炼，能大师那个机子也做不出来，啊，这个事情只有慧能自己知道，无祖知道，其他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啊，禅堂里出不了人才，讲堂里出不了人才，冲迷对方里头出人才，这就说明真修啊，一切境界里面都可以，不一定是要庄严的讲堂啊，庄严的佛堂不需要啊。张家大师早年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实质是用真心真干的啊，形式这就是庄严道场啊，富丽堂皇啊，啊，那是什么？戒淫粗戒啊，戒淫粗学的人要用这个方法啊，对那个真正要成就的人，这方法一点用都没有啊，反而会扰乱他啊，所以叫他到对方去。八个月没人找来的啊，他的干活就是劈柴火冲米，劈柴火冲米上禅啊，这里练什么呢？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真契入这个境界了，智慧就现前了啊。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这个身体确实本不存在，是真不存在，怎么来了一个心？心是我们的本体，不但是我们本体，是宇宙万法的本体啊，这个东西是本有的，不生不灭的啊，没有这个东西什么都没有的，整个宇宙它变现的啊。我们在学习经教啊，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啊，这个心能生的心是什么？就是电视的屏幕啊，他如如不动，他不生不灭，他能生万法。那万法是什么？屏幕现出来的影像，影像是假的，是动的，刹那刹那动，没有停住的，荧幕不动，不动的是真的，动的是假的啊。但是这些假的没有这个屏幕，它现不出来。我们用这个做比喻啊，它所显出来的一定要晓得是自性里的本有的，自性里都没有怎么会显出来啊。能大师第三句话就是说这个，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我们今天这样自性有没有？有，不有怎么会显出来？本有的啊，整个宇宙包括所有一切诸佛刹土，没有例外的啊，全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是能生能现啊，所生所现的确实是十报庄严土，不是十法界，不是六道，十报土啊，这是自性所生所现啊。十报土里面人是无量寿啊，永恒不变，人不会衰老啊。无量寿都是很年轻
不老啊，长生不老。这句话是有来头的，不是随便说的。十报土的人个个是长生不老啊！啊，他只有隐，只有现，他没有变，没有变化。啊，十报土里面的花草树木，永远常青，它不变。啊，花永远开得那么美，它不会谢，不会落下来。啊，这就是我们讲的极乐世界。你明白这个道理，极乐世界真的不是假的。他没有阿赖耶识，他没有妄心的。啊，真心里头夹杂着妄心，就产生变化。那我们就是这里头的变化。啊，妄心就是念头，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啊，十法界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它有染净不一样，有善恶不一样。啊，起心动念，它清净，就现四圣法界；它染污了，就现六道轮回。啊，六道里面就有善恶，虽然是染，它是善的，那就是三善道；它要是恶的呢，那就现三恶道。所以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是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啊，念头从哪里来的？念头从弥勒自性来的，觉悟自性没有念头，没有念头，有缘现的就是十报土。啊，十报土里面统统是化身菩萨，个个都是明心见性。啊，虽然明心见性，无始无明断了，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啊，这就是十报土的缘分。十报土怎么来的？是无始无明习气这个缘现的，没有这个缘不现，有这个缘它才现。那么这个缘断尽了，十报土就不见了。十报土有隐性，没有生灭。啊，像我们像看电视，电视的画面没有生命，我们打开频道它现了，频道关掉它隐了，现不能说它有，隐不能说它无。啊，这个比喻很好啊，啊，跟做梦一样啊，梦中境界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无。啊，所以这个心是个问题。啊，色呢，这个问题解开了。啊，我们非常感谢最近这二三十年的量子力学家。啊，把物质的问题解开了。啊，物质分析到最后，世尊告诉我。啊，最小的物质现象，佛叫它做极微色，也叫它做极微之微。啊，这两个名词是一桩一个东西。那么今天科学家把它找到了，啊，称它做微中子，或者是中微子。也两个名字。啊，它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
聚集在一起，它的大小等于一个电子，那这个是没法子想象的啊，也就是它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啊，把电子分成100亿分，其中一个那叫微中子啊，那么这个微中子具足色受想行识，就具足无印啊，我们天天念心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那就是今天科学家所发现的微中子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无蕴都不可得。你看这个微中子打破之后，物质现在没有了啊，这就是佛在经上说的极微之微，这最小的啊，它不能再分了，一分就没有了，也叫它做灵虚尘，它跟虚空两个做隔壁，打破它就空了，没有了，这就是微中子。这么小的东西，那么它的现象都在我们面前不间断地在表演，我们是茫然不觉，根本不晓得有这回事情存在啊，佛在经上说，这种现象什么人知道？啊，佛说不是他一个人知道，八地以上都知道。啊，你修行，到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等觉菩萨、妙觉如来，统统知道，也就是大乘修行52个阶位，最上面的5个位次统统知道，这就不能骗人了。那么真的这5个位次的人不少啊，他们全知道啊，这给我们莫大的鼓励，我们要努力力争上游啊，我们自己证到八地了，全知道了啊。那么慧能大师是不是证到八地啊？在我们客观想象当中应该是八地以上啊，他所证得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所证的完全相同啊，释迦佛证得之后，在定中把他证得的境界向大家详细讲解了，那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而慧能大师所讲说明的对象只有一个人，五祖，不是很多人听，释迦牟尼佛讲的是许多人，41位法身大师统统都来听啊，这就是语言不一样啊。那么慧能大师这5句话给诸位说，就是华严经的浓缩，华严讲什么就讲这5句话。那么你要想了解慧能大师这5句话，你就细读华严经，那就是的啊，一个细说，一个略说。啊，然后我们才会肯定呢，真的是真实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对于佛法信心就足了，再不会怀疑了。啊，但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要说八地，
连最起码的初住我们都得不到。这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什么原因？自己知道啊，你自己想想看，你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外面六种境界，能不能不起心不动念？做不到。我很想不起心不动念，偏偏还是起心动念。你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起心动念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不知道呢？你看一秒钟起多少个念头了？1600兆。你怎么会知道？不知道啊。啊，我们今天干什么事情就干这个。一秒钟1600兆个念头。啊，10秒钟就16000兆的念头。这是佛把真正的奥秘告诉我们了。我们如果没有看到今天的科学报告，我们对佛这些话还是搞不清楚。啊，不敢不相信，总是打很多问号在里头。科学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啊，说明佛法讲到最高。方东梅先生讲的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啊。那么今天我们学了60多年，看到科学家的报告，大乘是全世界最高的科学啊，达到登峰造极。世界上人有没有人能达到这个境界？方法用错了，达不到。啊，今天科学用的方法是用错了。他能看到这个境界，不是他真的，他得不到受用。啊，方法是什么？方法是戒、定、慧、三学，没有例外的。啊，三世诸佛都靠这个证果的。我们换个方法。不可能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这个开慧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智慧一现前就是圆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就达到这个位置啊。这个境界里面没有六道，没有十法界，只有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哪些人在此地呢？个个都是明心见性的，所以这个世界是平等世界啊，每一个人都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平等世界。平等世界里面还有不平等，那是什么呢？习气、厚薄不一样。有人去的早的，习气就薄；有人刚刚去的，习气很浓。啊，习气造成了十宝庄严土，如果没有习气了，十宝庄严土就没有了。啊，没有了，出现是什么呢？常寂光，常寂光是真的，永恒的，不生不灭。啊，常寂光里头，常寂光就是佛所说的大般涅槃。啊，常寂光里面就是人，无论是身体、意念，都变成光。啊，都转变了，变成光，光跟光融合在一起，啊，就是一片常寂光。
便法界虚空界。啊，这个时候真的慧能大师讲的五句话圆满兑现。啊，自信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神通，圆满的道理，样样圆满。为什么？一切诸佛都入黄常寂光，你也入常寂光，就好像这个房间里啊，这么多的灯啊，都放光，光跟光融合，融成一起。那么一切诸佛光当中有智慧、有德能、有相好，我入进去了，他所修的都变成我的，我所修的也变成他的，一切诸佛所修的统一了。大圆满啊，所以我们没修的人家修的变成一体了，这个厉害啊，这个才事实真相，这叫大圆满啊。啊，入大涅槃是这个境界，入大涅槃入常寂光啊，也就是我们换一句话说，回归自信。我们现在看到科学的书籍，有一本书我没看，我看它题目叫零极限啊，这个很有味道啊，零零极限，回到零，回到零就圆满了啊。那么这个东西深其广没有边际，其深没底啊，是自信的心得了。啊，何来一个心？那个心是本来有的，真的不生不灭，无来无去。啊，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没有这个心，就没有万法。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屏幕，电视的屏幕，没有屏幕就没有色相。色相显不出来啊，色相要想显出来一定要靠屏幕啊，这个真心就是屏幕，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能显啊，现的时候不能说它有，不现的时候不能说它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啊，你不要去找，你去见到，你也去找，永远找不到。啊，古人没有开悟的时候，去参学。啊，到那些已经开悟的老和尚那边去请教啊。所以说，踏破铁鞋无觅处，找不到。真正一开悟的时候，得来全不费功夫。为什么？放下就是啊，你还想去参学，永远参不透啊，不参不参就透了啊。那个不参是真参，不是假的啊。慧能大师在黄梅八个月，不是在禅堂里面壁啊去端坐，不是的，也不是在讲堂去研究经教，不是的啊，冲他的迷，破他的柴，他就开悟了行吗？行，冲迷破柴84000法门里头的一门，门门都是啊，无量法门，哪个门都行呢，只要你放得下。这是我非常感激张家大师，头一天就把这个东西告诉我了。啊，我那是似懂非懂。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佛法里头有没有一个方法，让我们很容易进入？啊，他告诉我了，看破放下。啊，看破是明了事实真相，放下就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那就完全是智慧。啊，为什么呢？你一尘不染，一念不生，啊，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干部。动一个念头就迷了，啊，真相就没看见了，看到了幻象。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幻象，不是真相。啊，但是这些妄想呢，也不离真，它体是真的。只要你不着相，你就能见到它的体。啊，在幻象里面见到真相，真相是自性，是法性。因为真妄它融合在一起，真妄不二。古人举的例子，啊，比如黄金跟金器，啊，器种类品类很多。黄金就一个，啊，我早年在美国，有一次回到台湾，看到我们个同学经营的珠宝生意，啊，他做假首饰，黄金、镀金的，啊，不是全，不是真金，镀金的，啊，这个东西在外国畅销，没有人不喜欢，便宜，丢掉不痛心，啊，戴在身上比真金还漂亮，啊，光彩好啊，啊，所以他的生意很好，工厂在台湾。有一次我回台湾，他要我去参观。那时韩光院长还在，我们十几个人参观他工厂。啊，他的展览室大概有我们摄影棚六个大。展览室，啊，摆出他的样品大概20000种。啊，花样不同，琳琅满目。我进去一看，我就跟大家讲：“你们大家来看。”古人的比喻，如今做器，器器皆金。现在你们看到了，那这里面什么东西啊？只有一样东西，金。那器呢？器有10000000种，这10000000种东西全是金。啊，金是体啊，器是相啊，它的样子不一样啊，啊，20000多种样子，美不胜收啊，啊，体就是金。镀金啊，他告诉我，他们工厂做这个，大概一个月了，要5公斤的黄金，啊，把它融化镀上。啊，我们从气里面看到它的金，啊，不要着气的相，你就见到金。做到气的相呢，金就没有了。啊，你找个人，我现在要黄金，你拿一点黄金过来。他跑到那个展览室看，没有黄金，真没有黄金。他不知道气就是金。啊，开悟的人就说了，随便拿两个就行了，还用的是操什么心啊？那就是黄金啊。啊，我们现在认假不认真，啊，设法界众生都迷呀，啊，四圣法界说老实话，是佛教佛弟子，依照佛陀的教诲，他能把佛陀教诲落实在生活，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在人际物。所以它是清净国土啊。那我们六道呢？六道不听话了，
完全违背佛陀教诲啊。我们听谁的话呢？听阿赖耶的话，这完全听自己的妄想啊，想什么干什么。所以这个想里头有染有净有善有恶，我们造的业很复杂啊。但是这个业如果你不觉悟的话，它有果报啊，生生世世缠着你，你没有办法解脱，这个很苦啊。啊，平常得罪人不知道啊，啊，但是这些人的时候，他当真啊。我们说话开玩笑，无心说的，哎，他听了有意，啊，你在找我麻烦，你在诽谤我，你在羞辱我，啊，这个仇恨要是积深的，来生必定遇到的时候一定会报，报的时候一定不晓得加多少倍，所以这种冤冤相报，一世比一世残酷。一事比一事严重，麻烦大了。我们看文昌帝君，说他过去曾经十七世中，啊，搞这些冤冤相报，最后还是遇到佛菩萨把他化解了，让他觉悟了。啊，你报你的仇啊！你无意当中伤害到别人，啊，你比如他做龙王，见到这个仇人，想杀他，发大水，啊，他是死了，但是无故死的人多少，这笔账都算多少，啊，你会也，啊，造成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人们，这个罪愈结越重，啊，到最后堕地狱。啊，好事是做的不少，没有做好事，没有佛菩萨照顾他，没有人去点化他，啊，他还是做好事，啊，但是对于冤仇这个恨，他不能够化解。那我们今天呢，借着看这个参考资料的第二段，发真正菩提心啊，在这是十重理观第一重，观不思议境，在这一段当中不能开悟啊，不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开悟它有标准的，不是小悟啊。那么我们用第二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第二呢，发真正菩提心，这个里头真正是最重要的着眼点啊！菩提心哪个人没发 啊？学了佛都发了菩提心，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是假的，不是真的是邪的，是偏的啊！所以这个菩提心不起作用。真正重要啊！啊，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慧能大师那样的上上根。
这个我们自己要承认。啊，这种人太少了。啊，老师当年教学，最怕的是我们狂妄。我们以为自己发现，以为自己啊跟慧能差不多，他能做得到，我也会做到。不行啊！啊，三个老师。三个老师没见面，没碰过头，但是三个老师讲同样的话，警告我，啊，慧能那个法子不能学，学不到。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慧能之前没有出现这样的人，慧能以后到今天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人，你这个。这个路你要把它撕掉，决定走的。啊，方老师这样教我，张家大师也这样教我，李老师也这样教我。啊，警告我，啊，决定不能狂妄。啊，怎么办呢？劝我走第二条路，教下。这个头一条路，禅宗啊，这是天才版的，博士版，没有小学都没念过，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啊，那是天才版，我们不是那个天才，到那里去拿不到。怎么办呢？上小学，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慢慢你可以拿到。啊，这叫教下。啊，方东梅先生劝我在教下。啊，他在大臣里头最欢喜的是华严。啊，他常常读华严经。啊，看清凉的住宿。离长者的后人啊，对于大乘法相，他有相当深的造诣啊。他告诉我，我们知识分子就是要走教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也就是知识分子占的比例大，大概90%。啊，所以教是最奇迹的。啊，师尊才用这么多的时间。啊，我们是知识分子，就应该走知识分子这条道路。啊，我遇到李老师，啊，遇到张家大师。张家大师特别提醒我的，就是要以戒律做基础。啊，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对于佛的经教有浓厚的兴趣，对于戒律看得很淡。啊，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自己认为很正确。啊，认为戒律是3000年前古印度的生活规范。在中国，我们都知道，三代之礼都不一样，有新有格。啊，三代是夏商周啊，啊，他们的法令都有修改啊，时代不一样了，要修订了。啊，那么印度3000年前的戒律，我们可以不必要了，不适合现代呀。那现代有现代人的规矩、生活规范，这个是个错误观念。啊，老师知道，我们对这个错误观念
脾气很深，恨恼。如果要从这上下手的话，我们可能放弃了，我不学了，我不跟你学了。啊，所以他用的方法非常巧妙。啊，我跟老师每一个星期见面一次，啊，接受他的指导。啊，我离开他的时候，他都会送我到门口，啊，会在我耳朵面前说一句话，轻描淡写。戒律很重要，不可思议。我每个星期听一遍，大概听了100遍，有啊，所以这个印象非常深刻，老师圆寂了。啊，我们这一班跟他的学生有10几个人，我们搭一个帐篷，在老师火化，特别给他做了一个塔。在这个火化场他旁边搭个帐篷，啊，他们在那住了7天7夜。我是有工作，请了3天假，我在帐篷住3天，3天反省，我跟他3年，他教了些什么，我学到些什么。这一反省呢，这个戒律很重要啊，马上就显现。所以我就想，他为什么要这样说？真重要吗？为什么重要？我就想这个问题，想2、3个星期就想通了。啊，因为佛法是出世间法，不是世间法。啊，世间法这些东西是要修定，不修定就不受，不管用了。出世间法是了生死，出三界。你一修定呢，就出不去了。我想明白这个道理，啊，回过头来，才认真看经典里的关于戒律的部分。啊，但是我们一生没有这个缘分，啊，一生说居无定处啊，到处流浪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一生没有寺庙，没有道场，啊，也没有信徒。人家是信徒很多，那什么？那是听众，我讲经的听众。啊，多半呢，都是在网络卫星上听的，所以网络卫星发出很大的功效。啊，我们用网络将近20年，用卫星呢？11年了，啊，听的人很多，我都不认识了。啊，到哪个地方大规模的会呢？哦，4面8方好多人来了。啊，大概都是在网络卫星上的听众，啊，知道我到附近来了，到这来看看我。平常不见面的。我跟大家没有联系，啊，一生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所以很自在啊！啊，什么都是随缘，哪里有缘哪里去。啊，85岁，算是定居在香港。香港政府给我永久居留。啊，30多年前第一次到香港讲经，那一次讲了4个月，我记得我是49岁，啊，50岁差一年，49岁，啊，老听众，啊，我这些年。讲经他收集光碟，天天在家看。
啊，那么他往生了。他在香港农村里头有个小房子，啊，他告诉他的太太，这个房子供养给我。啊，他太太来找我，我去看一下，很合适，我很喜欢。我说好，我就在这里落脚好了，我就在香港常住。啊，小房子很小，没有这个面积大。啊，香港用英尺，面积400平方英尺。啊，算台湾多少平的？36平方英尺是一平。那么360是10平，我那得400尺，十几平，11平多一点，啊，没有这么大，11平多一点，啊，他两个小房子，两个房子一样大，就是总共就是22平吧，啊，但是他有个院子，院子很大，院子大概有5、6亩地。有一个一个啊，所以院子里面原来他们种点花，我花统统不要，全种菜啊。所以我们自己现在吃自己种的菜，我们种的品种不少，有40多种啊。所以这个蔬菜水果我们自给自足啊，多余的我们就分送给邻居。这个小环境好啊，虽然在香港这样的繁华闹区，我那个环境听不到人声音，听不到车的声音啊，只听到鸟叫虫叫啊，非常安静啊，所以我就这样选择定居了啊，通通是缘分啊，他来找我的，不是我找他的。啊，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可以定下来了。年岁大了，啊，85岁，准备往生了。啊，其他的什么都不想。啊，后一天跟大家呢，在《无量寿经》上分享一点。啊，这就是我们称赞净土。啊，感谢夏莲居老居士汇集这个经，用了10年时间。啊，黄念祖老居士用6年时间做了这个注解的汇集本。啊，汇集83种经论，100种祖师的著述，110种。啊，总共用了193种。这些资料汇集成这部注解，所以这个注解的内容非常丰富啊，佛法各个宗派法门教义全都有，等于一部小藏经。啊，那么这个本子是近代才出来的，啊，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意见很多，啊，我来提倡，我依这个本子来修行，给大家做榜样，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部经跟注解，早年是李炳南老居士，他老人家给我的，啊，这个本子一直是我收藏的，啊，黄念祖老居士，我们在美国认识的，这是缘分，他要不到美国去，我永远不认识，啊，而且在美国只有1个月时间。啊，他只去一次，就住1个月。
那个时候他的这个注解刚刚完成，初考啊，他就带了一份油印的送给我了啊，我这看完之后非常欢喜啊，我到北京去看他啊，以后每一年大概我到北京去两次三次，主要就看他啊。那么在中国国内弘扬这个本子就他一个人，在海外呀弘扬无量寿经用这个本子也只有我一个人，我们两个一见面投缘的啊。那么他年岁比我大啊，算辈分他跟李老师是同辈分，我们要晚一辈啊，我们变成老朋友啊，他告诉我东西不少啊，最重要的告诉我，往后世尊末法九千年当中真正能成就的只有净土，禅可能得定都没有了，上一代有得定的没有开悟的，像虚云老和尚他们得定啊，密也不能成就，他是密宗金刚上师，他告诉我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多年啊，中国这么多人口修密成就只有六个人啊，所以他自己往生完全念佛念了半年，每一天14万声佛号啊，念了半年他走了，这是给我们做朋友啊。他修禅修密走的时候禅也放下了，密也放下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个本子存疑的人多啊，批评的人多啊，我愿意以我自己学佛60多年讲经教学55年跟大家做一个证明，无量寿经是世尊末法时期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啊，学这个法门想成就真难，不是假难啊，成就我们当然佩服，不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这个法门人人可以成就。啊，这一部经跟这个注解太妙了啊，昨天日本的一些高僧大德也到了斯里兰卡啊，日本过去祖师大德对于无量寿经的注解他们一共收集了18种啊，这18种通通印出来了啊，一共7册啊，太难得了啊。黄老居士著这个经用日本祖师大德书大概有6-7种啊，我们在这里读到啊，见解都非常精辟啊，让我们佩服五体投地啊。所以我们想过去无量寿经日本比我们中国学的人多，
成就的人多。啊，著书有这么多种。中国人古来大德对无量寿经的研究留下来的注解只有两种。远远比不上日本。啊，所以我们想把日本的、韩国的、中国的无量寿经统统注解在一起重新排版。啊，来编成一套书。啊，无量寿经。啊，古著汇集。啊，印成一套书。啊，往后我相信净宗啊以无量寿经为中心为主。作为主流。能够流传于后世，啊，对往后9000年学佛往生就是成就，生到极乐世界，48愿说得好，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是法身菩萨，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成就了，这是阿弥陀佛。48愿，无量界修行功德的加持，他这个加持真管用。啊，我们希望世尊所传的各个宗派都能复兴。一个人只能搞一门，搞多了不行，搞多了贪多嚼不烂。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个个都能成就。啊，我在前面30年涉及的经论很多，啊，也有几十种啊。晚年觉得不行，为什么呢？烦恼习气断不了。啊，知道得定、开慧很渺茫。啊，所以听了李老师的话，李老师当年在世劝我没听，现在老人家走了，回想他的话，越想越是慈悲，越是爱护，是真的。现在完全接受。啊，我现在除了《无量寿经》之外，平常看的一部书《印光大师文钞》，啊，其他东西我都不看。我没有时间看。啊，87岁了，要准备，天天都要准备，随时可以走啊。啊，晚年放下了。越放下了，看经典东西越有味道。啊，所以我们真正了解，看不懂是因为妄想太多。杂念太多，啊，这个东西造成自己重大的障碍，啊，把它放下，心清净，清净心生智慧，佛经是智慧，清净心能看得懂，心不清净看不懂，也听不懂。啊，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啊，读经、听经，必须要立言说行，啊，听经不要执着言语，读经不要执着文字，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啊，这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不重要。里面的意思很重要。啊，第二呢，不执着名字相、名词术语。名词术语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也不要执着。第三呢，不要执着心缘相。心缘相，
我觉得是什么意思？这不可以。那么换一句话说，菩萨教我们听经要用清净心听，读经要用清净心读。清净的标准就是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个心才算是清净啊。有杂念有妄想，心就不清净啊，不清净听不到真的，看不到真的啊。这也是说明一个事实真相，境随心转。你看我们用清净心，佛是用清净心说出来的，我们要用清净心接受啊，他是清净心说出来，我们是杂乱心接受不了。这个杂乱心接受的知识不是智慧，变质了啊。现在很多人学佛有佛学的知识，没智慧啊。我们见得很多啊，他也能言善道，也著作等身了，没智慧，还是贪嗔什么，还是自私自利，还是放不下啊。真正的遵守戒定慧三学啊，这样成就的人不多啊。那么诸位年轻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真正想在佛法上成就啊，我也像张家大师同样的这个理念心态告诉大家，戒律很重要。啊，斯里兰卡马上要建立一个国际佛教大学啊，我跟国师强迪玛法师说，这个大学里头一定要有个戒律学院啊。凡是真正想学佛的，首先要学戒律。中国古人规定我们五年学戒啊，从前无论在家出家都是五年学戒啊。还好佛菩萨慈悲，佛菩萨怜悯我们这个世界，跟我们留了一条戒律的根啊。我是最近才发现啊，今年年初台湾有一个专学戒律的法师来看我，见面才晓得30年前我们曾经在一起。那个时候台中李老师办了一个内典研究班，只办一届啊，4年啊，学生是大学毕业生，曾经参加过大专佛学讲座啊，这个是录取的标准，有志于深入佛法啊。当时只招收8个学生，等于念研究所很不容易啊。6个男生2个女生啊，女生老师要求的是一生不准结婚，如果想结婚不要参加这个班啊。叫国清法师啊，我问他年岁多大了，
六十六了，那个时候二十几岁三十多年前八个学生，六个老师，我是也是其中之一的老师，所以他跟我有师生关系因为都是老师的学生，也有同学的关系。他称李老师叫是老师，称我也是老师。没有想到他出家了。我们八个学生就他一个出家，其他七个都没出家。我问他，我们呢八个学生还在不在？都在。都是六十多岁了，都在。只有他一个有成就。这就是一门深入尝试熏修，他就是一步戒律三十多年。这是佛菩萨留下来的，不是三宝为神呢，佛法会断掉啊，有这个就不会断了。所以你们大家知道定弘跟着我，我认识他，他是在美国留学，在德州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的。毕业之后就留在学校教书，讲师。在讲师里面升到最高的阶位。我移民到澳洲，我跟澳洲学校往来很密切。他学佛嘛，我就劝他要不要到澳洲来。到澳洲大学教书。很快就联系上了，澳洲聘请他做副教授。教了两年。升正教授、终身教授，这是很不容易拿到。正式这个文件还没有发表，他就跟我出家了。所以他们学校的校长跟我很熟啊，都老朋友。他说：“你有什么力量啊？”那人家是终身教授，不容易拿到，怎么跟你出家了？他出家发心了，学教。看我走的这个路子，他很羡慕。那么国清法师遇到之后，我就把他送到国清那里学戒律，学五年戒律，将来。你的成就会超过我。你要不学五年戒律，讲得再好，是没有学过戒律，一句话就把你当掉了。我说你必须要学戒律，规规矩矩把佛教带起来，复兴起来。要办戒律学院。比什么都重要。戒律学院毕业出来之后，你选择宗派法门都行。你喜欢哪一个宗？你喜欢哪一部经论？但是教学的方法还必须是一门深入。中国古老这个方法非常之好。才能有大成就。成就呢，就是得三昧开悟，这是真正成就而不是说经典里通达明了，通达明是文字，是知识，不是智慧。我们希望走老路，走世尊的老路证阿罗汉果，菩萨果位。
将来佛教大学毕业受学位，不是受世间的博士、硕士、学士，不是，应该受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要授予这个学位。菩萨里面有摄性菩萨，有摄住菩萨，摄行摄慧相菩萨，有这些等级，这个好，这是真正佛陀教育，佛陀教育不要走我们世间教育，世间教育跟佛陀教育不一样，世间学校有佛学的课程，那是佛学的知识，他不讲求修正功夫，所以戒律学院里头要有禅堂，要有念佛堂，他要有真正修学的场所，要有好的老师带领，这些我们都寄望在斯里兰卡这边佛教大学，必要的时候把国清律师请过来，主持这边的戒律学院。我们希望他现在积极培养传承戒律的法师。我问他，现在你学生当中有几个人能成传？他告诉我有6个。我希望他有60个。他现在这个学院有60多个人。严格认真的培植。希望各国人都把戒律承传下来，戒律兴了，佛法就兴了；戒律没有了，佛法就灭了。这个不能不知道。张家大师“戒律很重要”5个字讲了100多遍，我们不能疏忽，一定要重视。我这个一生的遭遇也是传奇故事。是无法想象的。出家人想走我这条路子走不通。为什么？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缘分。意想不到的缘分。出家人。怎么可能周游列国弘法利生做不到，谁请你我有特别的缘分出家人走到世间学校人家送学位给我聘请我做学校教授，这也是很不容易见到的那么再是走到联合国，这做梦都想不到的，怎么会跑到联合国去怎么会认识国际上这么多的专家学者还有国家领导人，我们都变成好朋友。这个也是佛菩萨安排的，作为佛法延续的必要的缘分将来成果是下一代或者是再下一代，他们实行，我们是走过渡这非常时期，非常的手段，非常的方式不能不知道。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